如果亲人做了违法的事儿，你会怎么办？是选择隐瞒，还是大义灭亲？韩大神找到巨妻，向他说明剧院长非法移植心脏，有金法医出面作证，巨妻不得不信。韩大神这次来是想请巨妻帮忙找到千市长，同样他也会从杰登手里夺回磐石，具体方法有待商议，不过先得让无关人士离开。巨妻一声令下，万律师离开房间。韩大神的计划是揭发杰登接受非法器官移植，好让荣耀之手抛弃杰登，这样他就失去好冷一切的权利，但如果这么做的话，剧院长必死无疑。不过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保护丈夫还是拯救磐石，巨妻必须做出选择。再犹豫下去，赵主任恐怕性命难保，他被千市长绑架，生死不明，为阻止事态恶性发展，舅儿子提出先救人要紧，他会询问秘书室和警卫组的人，他们都是千市长的直属手下，应该知道些什么，哪怕是细微的线索。回到新希望之后，韩大神见到了传说中的尹部长，荣耀之手总部的女高管，两人互相介绍完自己，韩大神接到舅儿子电话，千市长找到了，今天下午2:30他会把黑手机交给警卫组，然后去警局自首。韩大神看了时间，还有不到半小时，他会去千市长约好的地方，舅儿子只需要命令警卫组，如果千市长逃跑，就假装在后面追，但是要保持一定距离，剩下的韩大神会看着办。千市长甩开警卫逃命时，遇到了赶来的韩大神，后有追兵，千市长只能上车，韩大神明确表示自己是来救他的，剧院长已经把所有罪责推到他身上，只要他交出黑手机然后自首，就会变成杀人犯，这辈子在牢里度过。千市长感觉到背叛，决定和韩大神合作，这才有了法庭上的一幕。韩大神向法官请示新证据，黑手机里记录过去几年间被告犯下的所有罪行。那面杰登带佑娜来到老地方，当年他就是在这里发生事故，开始了人生新篇章。当晚除了杰登之外，还有另一个人在车上，也许他就是杰登推迟手术执意要去见的重要人物。不好的回忆结束后，迈克尔打来电话，尹部长已经落地，现在要见他一面，双方约在磐石园顶层公寓。尹部长一见到杰登就对他给予口头警告，鉴于他的不正当行为，尹部长作为总负责人前来监察，看看他到底有没有以投资为诱饵在磐石接受非法移植。杰登让他放100个心，他担心的事永远不会发生，尹部长拭目以待。与此同时，千市长作为证人出庭，他本人表示李大海被刺之后并没有死，如果采取措施一定能救活，但剧院长却下令阻止。西英见状放出一段视频，视频中剧院长感慨他做过最后悔的事儿，就是5年前没有在看守所解决韩大神。西英对此提出疑问，千市长坦白5年前剧院长指使他教唆狂哥在看守所对韩大神施暴，并在当晚找到韩大神逼他承认对西周犯下的医疗过失。另外剧院长还指使他除掉赵主任，还好中途遇到韩大神让他放弃了这种想法。所有证据都在那部黑手机里，接下来由赵主任出庭作证。在西英的提问下，赵主任坦白所有，5年前剧院长一直给 VIP 的心脏是西周的，而且是由他亲自摘取，当时俊焕生病，剧院长承诺会给他使用新药，医院承担所有费用，赵主任鬼迷心窍帮助剧院长犯罪，因此导致西周丧命，对此剧院长供认不讳。西英听到这些内心无法承受，心脏病复发，当场晕了过去。由于检察官出现特殊情况，证人讯问到此结束，下次公审日期待定。要不是西英病发，韩大神还不知道西英患有扩张性心肌病。看着昏迷中的西英，韩大神心里不是滋味。受当日审判影响，研发中心股票开盘就跌停，网上传出许多谣言说杰登存在非法移植器官的嫌疑，杰登根本不在乎，等他拿到相应报酬就会立刻出国，佑娜也答应陪他一起。另一边，剧院长拜托万律师帮个小忙，他想去磐石园接受门诊治疗，有一件重要东西他必须拿到，万律师无能为力，韩大神向律师协会举报他，他马上就会被吊销律师资格，无法再为剧院长辩护。剧院长也不为难万律师，只要把话带给御医，剩下的事他自己解决。万律师前脚刚走，韩大神就来探望剧院长。韩大神见他的第一句话，为什么是西周的心脏，为什么选他主刀，埋藏在心底已久的问题如今终于有了答案。葬缘本就稀缺，好不容易遇到合适的，剧院长不想错过。至于韩大神，他是巨儿子人生路上的绊脚石，只有将他除去，巨儿子才能真正做自己，但因为剧院长的一己私欲害韩大神失去所有。可即便如此，剧院长也不后悔，他会拼死守护磐石，一定不能让杰登抢了去。剧院长在磐石园藏了一个 U 盘，里面有证明杰登移植西周心脏的视频，剧院长希望韩大神找到他，阻止杰登抢占磐石。剧院长现在相信的只有韩大神，希望他能出手帮忙。按照剧院长所说，韩大神去了磐石园观察室，在桌子下面找到 U 盘，在万律师的帮助下，剧院长以病为由去见了御医，御医打算给他注射一种药剂，
会产生眩晕和无力感等症状出现后，御医会申请让他去磐石园接受治疗。剧院长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御医从背后偷袭。等他醒来时，仁一就被关在监狱，杰登也出现在这里。他抽的这一管药剂是剧院长当年给他开的药物，剂量是纳粹的几倍。剧院长提醒杰登停手，就算他死了，真相还是会大白于天下，因为他已经把证明杰登移植心脏的视频交给了韩大神。杰登在乎的不是这个，而是剧院长抢走了他最珍贵的东西。他这次来就是复仇的。原本计划手术的当天晚上，杰登去见了一个重要的人，当初把他送去寄养的母亲。杰登一开始并未表明身份，只说是杰姆儿子的朋友。谈话中杰登得知杰姆并不是故意抛弃他，那时杰姆无力抚养，只能把他送去好的家庭。杰姆自知对不起儿子，所以一直不敢见他，但心里的思念从未停止过。杰登听后深受感动，向杰姆坦白身份。母子俩刚刚相认，结果药效发作，杰登努力摆正方向盘，但视线已经模糊，差点出了大事。还好杰姆神之一转，避免了一场事故，杰登也顺利把车停下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辆车正面驶来，直直撞向杰登，中途丝毫没有减速。关键时刻杰姆护住杰登，保住他一条命，可杰姆却当场死亡。等他醒来时，已经接受完心脏移植，在磐石园养伤。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心脏是从别人那里偷来的。回想起伤心往事，杰登就痛恨剧院长。不等他开口辩解，杰登就给他注射药物，他要让剧院长在痛苦中死去。此时的韩大神正在看 U 盘里的内容，视频里杰登答应移植手术，但并未提及其中不存在与剧院长合谋，是剧院长耍小心思，故意挑拨两人关系。另外杰登还提到要去见一个重要的人，也就是说杰登当时并不打算接受移植，一切都是剧院长安排的，他故意制造车祸，想让手术成功，这样就能得到荣耀之手的投资。这么说来，杰登也是剧院长利益下的受害者。剧院长在监狱昏迷后被御医送去磐石园，没多久就恢复意识，但这只是暂时的，以他目前的状况恐怕撑不了多久。他想在临死前见韩大神最后一面，其实也没说啥，就是拜托韩大神多照顾巨儿子，这是他最后的愿望。说完便安然死去。杰登计划完成，准备和尤娜前往国外。巨儿子得知两人离开，疯了一般跑去寻找。韩大神去了顶层公寓，发现杰登人不在。这时尹部长打来电话，透露杰登行踪。此时的两人已经抵达机场。尤娜翻到剧院长死亡的消息，下意识看向杰登，不等他说话，工作人员就请他们登机。走到一半，巨儿子追来，怒气冲冲地跑向杰登，誓死要为剧院长报仇。杰登出言讽刺，以他的能力什么也做不了。巨儿子被激怒，拿出手术刀捅向杰登，一下不够再来一下，杰登当场倒地。恰好韩大神赶来阻止了巨儿子，对杰登进行急救。杰登这才向韩大神坦白，他不知道那颗心脏是西周的。他想起韩大神转告西英，他觉得非常抱歉，说完便晕了过去。在救护人员的帮助下，杰登被送去新希望医院，崔医生和赵主任已经就位，准备随时手术。手术前，韩大神去见了西英，向他说明杰登的情况，胸口中刀，伤及心脏。西英希望韩大神救活他，让他站上法庭接受应有的惩罚。一切准备就绪，韩大神开始手术。时间来到一年后，经过各方面检查，声带受损的秀妍在新希望接受手术，由崔医生主刀，手术非常成功，秀妍也可以正常说话。多亏了韩大神，崔医生不用再做幽灵医生。为了长远打算，崔医生决定和韩大神一起工作，既不放弃医生一职，也能熟悉各种法律。不久后，西周一案再审开庭，韩大神如实陈述案件过程，法官经过综合考量，判韩大神无罪，没有医疗过失。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，他终于洗脱嫌疑。回律所庆祝前，韩大神去见了杰登。杰登一开始没告诉韩大神缘由，是因为他觉得结局都一样，不过半路能结识韩大神这个朋友，杰登觉得非常开心。他写给巨儿子的请愿书，韩大神已经递交法院，巨儿子同意从轻处罚，所以二审法官会酌情处理。无论结果如何，杰登都欣然接受，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报了仇，理应受到惩罚，不会因此逃避。做了最后告别后，两人就此分开，以后各走各的路。离开监狱时，韩大神接到一通电话，西英的心脏移植手术已经定下日期，由崔医生在磐石医院主刀，等他身体康复，韩大神就娶她回家。律师医生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韩大神和西英解除误会，重新走在一起，该赎罪的人也都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唯一遗憾的是杰登刚和母亲重聚，就被剧院长安排的车祸夺走生命，成为他获利的工具，为此不惜牺牲他人性命，使杰登走向万丈深渊。好在他及时回头，愿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好了，就说到这吧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关注我，解锁更多精彩好剧。我是登登，我们下期见。